1978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的家就住在古鲁山里面。那时的人们家家都团团圆圆，生活过得有些紧张，也有甘甜。如今的世界早已经改变，蓝天飘炊烟，已多年不见。每天拥挤在城市里面，梦想还没实现，青春已走远。多么想回到那30年以前，铁环伴随着我快乐的童年，稻田的鱼儿随处可以看见，亲人和朋友可以天天见面。多么想回到那30年以前，外婆种的蔬菜绿色新鲜，还想在外公的脚尖上荡秋千，想回到以前。他的词都比较朴实一点，但是就在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但是我感觉挺打动我的。这个词是他自己写的，那曲子是他可能他朋友或者谁帮他做的曲。如今的世界早已经改变，蓝天飘炊烟，已多年不见。每天拥挤在城市里面，虽然有车有房，就是没有钱。多么想回到那30年以前，铁环伴随着我快乐的童年，稻田的鱼儿随处可以看见，亲人和朋友可以天天见面。多么想回到那30年以前，外婆种的蔬菜绿色新鲜，还想在外公的脚尖上荡秋千，想回到以前蓝视线。倾诉的感觉，对，就是他把自己的感受非常就像朋友一样跟你说的非常聊天非常清楚，你感觉得到。我觉得他那句话也挺打动，就是想回到童年，那时候亲人朋友都可以天天见 面，对，然后想到现在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就没办法天天见面。是，好，欢迎我们的选手开心李峰，欢迎您。你好，好，来请坐。好，好，开心李峰应该是艺名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您也是经常在从事演艺行业哈？是从事草根演艺。草根演艺很多年了哈，应该好多年，很小就开始在演出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就觉得说自己想写一些东西，不知道专不专业，不知道好不好，无所谓。但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你有其他音乐人没有的优势，对，你有经历。有经历，你见过很多故事，
这就是你的天然的优势。因为其实好多好多音乐人他有很高的技法，但是他没有内容，对，没有东西。你会发现这种东西没有那种持久性，它不会成为经典，它也不会真正关怀到你。你可能懂音乐的人会听，哇，这个地方和声用的好精妙，这个地方节奏对的特别棒，但是然后呢，他没有那种内心的关怀。但是你不一样，虽然你在音乐技法上我觉得还欠了很多，但是你有先天的优势，你有故事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优点想办法把它发挥放大。其实老师我写了好多歌哦，歌颂咱们就是医务人员的，最近我写那个环保的，我写爸妈的，写老婆的，写孩子的，写兄弟的，写交警的，我写的都是喜欢正能量的。就我就不管专不专业，但是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，我在现场唱能够让大部分的老百姓能够听得懂就行了。对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这是我想表达的。不管以后哈，原创音乐是不是你要持续发力的一个地方，但是首先我们因你而来的大门是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人敞开，我们会去推广你们的作品，会去助力你们的音乐梦想。那其次就是，毕竟四川也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地方，要咱们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是一定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。加上您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经历也非常多，说实话可能苦日子也过得不少，太多。对对对，我相信这些都能转化成你的一种创作的动力，希望你以后有更好的作品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我们的选手。来，期待一下吧，我们的选手会不会获得三位老师的心仪卡。三二一，哦，还是觉得可能在市场的硬实力等等方面。其实我补充一下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音乐技法上进行一些系统的学习，我觉得这会对你的表达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。对，等你把这个你的表达，就是你的故事和音乐技法结合得更好的时候，你会是一个全新的状态。加油，谢谢老师，加油，谢谢。也可以尝试去供稿，我觉得你的这个文字能力也可以尝试去供稿。对，我就是觉得你可以去尝试做一个作词的人，然后去再多写一些词，然后可能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唱你的歌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因为你这个词我们是真的觉得挺不错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你，希望你能越来越好。谢谢，好，再见，李峰，好，再见，好。